让我们欢迎这一期在线云端的喜剧人们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他们是德云社清流烧饼、潘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巴蜀校花校草刘洋高颖。Hello。哎呀，刘洋高颖，你们怎么在吃火锅？对呀、啊，火锅都支上了。喊你们可好吃了。太好吃了，看着我最喜欢火锅了。哎呀，他夹丸子了还是夹肉了？这是好像是一片什么肉吧？你这是牛肉，这个叫滑牛肉，它吃起来非常的嫩滑。你个闭嘴吧。哎呀，